祝你们断子绝孙。就是那个见了男人就合不拢腿的小骚货呀。这次手术过程当中，主要由于你的干扰。我是被冤枉的，我是被冤枉的。我闭嘴。我妈妈说过，你妈不是贪污犯。我不认识你。给你的心跪上心术，让你的心更加坚固。那个地方很不干净。这是审判，人的生死与你无关。我想拯救他们脱离苦海。